你一刻最想做咩啊？你一刻最想做什麼？好想食嘢。好想食嘢。嗯，唔係嘅，其實要同好多支持我嘅人，我要想見曬佢哋，多謝佢哋每一個人先。其實你做定粒錄影㗎啦，一開頭已經。其實唔係啊，因為我從來都好少去留意外界嗰啲報道話邊一個係大熱，邊一個係咩。因為我好想，因為我初衷係只係想做一啲香港好少嘅表演，所以 keep 住呢一個諗法咯。我冇真係諗過，因為呢一個諗法會獲得一啲乜嘢，所以好榮幸自己有呢個獎咯，同埋多謝大家嘅幫助，因為冇大家冇今日嘅我。其實你表演之前，你覺得邊個有機會贏到你？我之前有話 Fat Boy 啦，Ian 啦，其實呢兩個 talent 都很好 ，Lock Man 都係啊。其實我覺得十強每一個都有機會。我之前真心同佢哋講，我話邊一個人都唔出奇，因為香港真係我哋十個都好特別。我哋十個香港嘅特點，我覺得暫時都未有，所以每一個都有可能係。其實一定有進步空間嘅，因為。冇一個表演是 perfect 的，但我自己覺得，最 perfect 的表演就是不 perfect， 因為你不會想到當下發生啲乜嘢，所以嗰個唔 perfect 的瞬間就是看你點樣去處理嗰一個位置。呢個係 Eric 老師教過的，所以我覺得，冇乜嘢。多謝曾經咁多教導我嘅人，因為佢哋我先至可以發揮得咁好。其實好多位置啊，如果你仔細諗翻下，其實好多位置都可以做得好，例如一個每一個 step 其實可以再做得再 firm 啲。至愛第一首其實可以行得再有啲 feel 咯，即係老師講嗰個 feel， 我覺得自己未百分百做到嘅，所以繼續努力，繼續學習。我有諗過嗰100萬，第一件事係食嘢咯，一定係請大家一齊食嘢，係啊係啊 ，Burger King， 係啊，所以冇啊，我覺得唔單止係我嘅呢100萬，所以如果真係要使嘅話，一定要去幫助好多之前幫助我嘅，因為真係佢哋呢100萬先至。